规则都没讲。你要等我开始什么啦？你都没讲规则。我说开始。开始干嘛？这个我跟你说了。你要先讲规则，讲完之后再说开始。好，讲规则。就是不能犯规啦。什么规则是不能犯？那多喝两口。你有没有喝？有，我也是有茶。他说也有一样。好像是啊，我那小朋友真的好小。对啊。